小林玩具。医生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哦，好的。那我们就先来测试一下视力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？小林，你的视力真的变差了很多呢，看来这阵子要戴眼镜了。哦，眼镜，我现在要戴眼镜了吗？小林，这阵子要好好戴眼镜哦。好的。小林你好。爱心你好。同学们好。小林，你的眼睛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啦啦啦啦啦啦，小林你好。爱心你好。爱心，你也戴眼镜了？是啊。怎么样？哇，你的眼睛没有镜片。这么说来，小林你也戴眼镜了？哦，没有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。好。现在把题抄在笔记本上，开始解题吧。但是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啊。好了好了，时间到了，现在把题都交上来吧。艾希果然很棒，满分。小林啊小林，你这个连题目都写错了。下次再努力啊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喽，小林，明天见。哦，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什么？我不要错过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眼镜哦。眼镜。这里好多好多眼镜哦，这里的眼镜呢，真是有各种各种样式的哦，欢迎光临。你要看看什么样的眼镜呢？这有很多很多种样式的眼镜哦。哇，这里真的有好多可爱的眼镜呢。啊，哦，哇，这个好可爱。哇，眼光真好呢，带试试吧。啊，我怎么变成向日葵了？哇，这次又要戴哪个眼镜呢？这个这个吧，变胡萝卜了。我总不能那样去上学吧。看来我自己的眼镜是最好看的。小林来了。小林，你的眼镜也太适合你了吧。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。现在把题抄在笔记本上，开始解题吧。好了好了，时间到了，现在把题都交上来吧。小林，这次太不错了，满分。朋友们，戴眼镜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哦。